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讨论安全方面的问题。我们提到过，台湾地区呢，交通意外很多，公共安全的事故也非常的多。那么师父也在上一集里面提示我们说，要减少这样子的意外事故呢，加强从业人员的心理建设、理念建设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如何来从事这方面的建设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大家好。是师父您在上一集提到里就说要减少这种交通意外啊，可以让这个从事这个交通行业的人呢，他有服务的这样的理念啊，让他们觉得说服务呢，就是事实上是要感谢这个被你服务的对象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可能意外的事故会减少。那么在一个公司里面，师父觉得说应该如何来进行这样子的理念的建设？这应该是呢，这个从上到下，这个完全是贯彻的。作为一个经营者，也就是最高的负责人，然后呢，各级各层次的负责人，一直到员工为止，是全体上下完全相同的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不是说只要员工就好了吗？员工仅仅是员工的话呢，那他们不服气了。他们这个上层次的人，很自私，自利，不管不顾这个员工，而这是老是叫员工们呢要奉献，是，要服务，要感谢，那这个下边的人就会感觉到，这个是被利用了。是啊，被剥削了。那一发现自己是被剥削的，是被利用的，那他的工作情绪一定很糟糕。工作情绪糟糕，怎么样子，这个理念没有用，你念老是念那个理念没有用，这是因为这个上边的这个人呢、上层次的人呢、这个有问题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负责领导的人一定要坚持理念。自己要以身作则，这个不能够啊，这个就是说这尊这个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，这样子的话那一定很糟糕。所以是最高领导的人一定是啊这个非常啊这个贤明的人，也就是说他是就是个理念的一个象征，他就是啊理念的推动者、实行者。那这个利益一定是均等的，所以利益一个是对顾客，这是考虑到顾客的利益，第二个考虑到员工的利益，然后再考虑到他的公司的营运的利益，这个不能颠倒过来。如果首先考虑到公司的营运，不考虑到员工，或者首先考虑到员工而不考虑到顾客，再完蛋。所以说呢，自己的理念一定是说服务，就是第一个，就是以顾客为先的这个原则啊，就是这就是佛法。佛法是什么呢？怎么说啊？利益众生，以利益众生来利益自己是最容易的事。而且呢，最可靠的事，利益他人，作为。用利益他人来利益自己啊，是，这是呢最可靠的利己的方法。如果仅仅是靠利益自己而不学他人，那你到最后你一定倒霉，大家要给你啊分你的肉吃了，要分你的血和喝了。这是应该是一层一层的呀，先考虑到他人，然后呢，考虑到自己的资本的盈余，盈余以后的这个钱也要非常清楚的，盈余以后做什么的？那亏损了的话会怎么办？那个一个老板要负责盈亏的一种啊，这个考虑的啊，这个经营如何经营法？那经营的时候亏了怎么办？亏了要叫员工均摊，这是错误的，那要靠老板的智慧。那盈余的是要
怎么样子的处理法使得员工们觉得很高兴，那是然后再回馈于社会，回馈于啊顾客，这样子的时候呢，这个公司一定是做得很好的，就是以利他为利己的不二法门。整个公司的一个正确的企业文化呢是非常重要的。是这样子啊，这个企业的一种观念啊，那个老板兢兢业业的来为这个公司服务啊，他一定不能够老是强调说我是要赚多少钱为我自己财富，他一定要想到这种事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的人有多大的利益，以他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能够奉献给这个整个的世界，他这个人的财富呢是这是说他是来经营的，他不是经营他自己的钱，是经营的社会的整体的钱，要有这种观念的话呢，这个人呢一定成功。是说我们说这不仅是一种观念哈，也是一种智理，就是一种合乎就是真理啊，就像师父讲说，利益以利益众生来利益自己的话才会获利，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智理？是这样子啊，有的人认为呢，这个我们出家人呢、因为没有儿孙，所以呢可以说风凉话。这个我为你们大家的，所以说呢我不需要东西，死了以后我也不需要留下什么遗产，这个一切都是归于社会，大概容易，但在家人大概做不到。其实在家人也可以做得到，在家人呢是把自己经营的所有的一切是归于社会，自己的儿女是很简单的，把他抚养长大教育好了，他们自己有工作，他们自己能够独立，这个不需要自己一定要赚多少钱也留给儿孙。那如果是企业家们或者是那些经营者，经营什么，经营交通事业或者什么事业的人，也可以学习这种精神的。是学习这种精神，这个公司一定经营的会很好。是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说以利益众生来利益自己呢是最好的企业文化，不妨你也仔细思考这其中的道理，更欢迎你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